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武僧一龙的进攻到铁板，你打吧，啊，他不仅头部的抗压的很强，尤其他这种腹部的抗压能力更强。现在呢，是这个布莱德也不敢打了，到底武僧一龙哪是他的软肋啊？他的头这么坚硬，身体跟个钢板一样，我往哪儿打？布莱德刚才一种上钩，你不正面防守好吗？那我打你的下颚。End of round one。我反观这个布莱德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，你瞧他的出拳方式和武僧一龙完全不同，啊，我们说这就是西方的。